你好，我是莎拉威廉姆斯，感谢您观看 Cetrotide 注射的教学视频。我们祝您在 IVF 方面取得成功。您将需要以下产品：一瓶 Cetrotide 粉末，一个标有无菌水的玉田冲注射器，一个用于混合的20号1和2分之1英寸针头，一个27号4分之3英寸注射针头，酒精湿巾、纱布和锐器容器。从 Cetrotide 小瓶中取下盖子，用酒精擦拭布擦拭顶部进行消毒。从包装中取出20号1和2分之1英寸的针头进行混合。从玉冲注射器上取下盖子，将针头拧到注射器上，从针头上取下盖子，将针头插入 Cetrotide 粉末小瓶中，并推动注塞，直到所有无菌水都抽在瓶内。翻转连接在针头和注射器上的样品瓶，并在针尖浸没时拉动注塞。当注塞充满所有无菌水时，从小瓶中取出针头，不要让针接触任何东西，包括你的手。重新调整混合针，拆下针头，并将混合针头放入锐器容器中。从包装中取出27号4分之3英寸注射针头，将注射针旋转到注射器上。取下帽子，将针头竖直握住，轻轻敲击注射器的侧面，直到气泡移到顶部。在注塞上施加轻微压力，直到针尖出现一滴液体。在您的医生指定的皮下部位进行注射。最方便的皮下注射部位是腹部、肚脐周围。如果您的医生已明确规定您要以不同方式进行注射，例如肌内注射，请按照医生或护士的指示进行。用酒精预先擦拭布擦拭注射部位，让皮肤干燥，确保在身体两侧交替注射部位。用你习惯的手拿注射器，捏住手指间的皮肤皱褶，并以小角度插入针头。插入完整长度的针头后，松开皮肤，推动注塞，直到所有药物都注入到指定部位。轻轻取下注射器，用纱布施加压力，将用过的注射器丢弃到指定的锐器容器中。感谢您观看 Cetrotide 注射的教学视频。